在丽江这种高海拔地区啊，我们的输电线路还有一些处于无信号区段。在这种地方，线路附近发生山火、瓦砾破坏等隐患时，无法掌握现场的实时情况。使用低轨卫星通讯终端后，就能够及时了解我们线路附近的隐患信息，有利于我们线路的维护工作，提高供电的可靠性。开年以来呢，我们的这个生产订单基本上能呈现出一个爆发性的趋势，同比去年的话，增长了有翻番以上吧。